二三四，往哪走？往那儿。哦。五六七。干嘛看我啦？该你叫啊，大家都看你啊。啊，不然要看谁？对不对？卡哇伊觉得有诈，哎，就到你了。哦。看到没有？我都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都过了、啊。我过了、啊。你作弊哦。我怎么作弊？我怎么做？你看看怎么做？你告诉我。对不对？我已经 safe 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五六七该你啊。对啊。换你八。不要，我跟你讲了，我给你机会了，看你要怎么叫。不是，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啊！你不要叫。你以为我没来过是吗？这边那个你也会怕死，那这里也怕死，我还不是要死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你用看看。那你答应我，你不用，你不用牌。不是，你先用了。我再把它交给上帝，来、啊，你要怎样？回转是给易安哦，回转是他哦，回转是我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你看别人没有用，因为现在就是你了，好啦，真的，我相信乃哥对我很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交给上帝了，对，好不好？看 pass 还是回转了？我可以甩吗？为什么是你甩？是我的命运，一个命运，一个机会啊！那你要甩高一点。好，过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眼睛出来！哎呦，玛丽莲梦露的感觉。他脚不算小，对，好，以他的身高不算小，还会剪刀石头布，真的吗？来剪刀，好，好，看一下，剪刀，哎呦，石头，哎呦，哇，厉害，好灵活，个子不大，脚都灵活，对对，他打完以后，你应该再也不会剪刀石头布，哇，好麻哦，好麻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觉得我好红哦，好热哦。你是超红吗？还是才没有更年期，应该没有这件事吧？哦，我不知道啊。其实你实际的岁数我也不知道。谢谢乃哥，我会想念的。今天还算对不对？算 OK 的，可以吧？温柔，可以可以，对不对？刚刚好。